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活泼的生命。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珍惜这个职分。你知道，当你每一天出去工作、生活、交谈、行为举止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因着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任何的事情上帝为你出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下24:8-20。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8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24:8-20。这段经文讲到了一个国王，他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约雅敬呢，就是约雅敬的父亲约雅敬，他很年轻啊，在36岁的时候就死亡啊。那么我相信对他来讲，因为面对整个背叛巴比伦的压力，以至于他就在这个地方身心俱疲。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约雅金他的处境是非常艰困的。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登基的时候是18岁，
十八岁是一个正在做梦的年龄，十八岁正在面对整个未来有一个很大憧憬的年龄。在这样的年龄当中，我们看见约雅金，他却要独当一面。虽然他做王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三个月当中，我们看见他里头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焦虑的。面对一个父亲好像已经离开，面对整个国家即将视为约雅金这位年轻人，大概差不多是我们现在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左右的一个孩子，他如何去面对他的处境呢？他做一个抉择，他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呢在第九节，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他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他有一个榜样，他去盲目的追寻，追寻谁？就是他父亲。因为他盲目，他不会去自我反省，为什么他的爸爸约雅敬在面对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沦落败亡，他没有去思考这些事，他去盲目的去追求他的爸爸所行的一些事。然而因为他盲目的追求，我们看到圣经他做王三个月之后呢，他损失惨重，损失惨重，他完完全全被掳。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那一些勇士，甚至于木匠、铁匠，那一些人才全部都被巴比伦掳走了，因为这些人对巴比伦这个帝国是有帮助的，留下来的是剩下贫穷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盲目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事情，那些我们看来极优势的事都会失去，留下来的是什么？是贫穷的，是贫乏的。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心事，我们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正如箴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先发出。求神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不配，我们虽然不够格，但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抓紧神那施恩的手。求神再一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要去盲目的追求，特别在今天教会许多的这些潮流现象当中，让我们定睛在耶和华神的身上。在列王记下24章18节讲到了另外一位王登基叫做西西家王西底家王。西底家王呢，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时攻击南国耶路撒冷城之后所立的王。这个王是傀儡的君王，这个王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主导权，即便他是王。人生中最悲哀的是我们失去了自由。尼布甲尼撒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画面。他把值钱的带走，他把有才干的人都带离开，让整个以色列国特别在首都是非常贫乏的。所以西底家王他面对一个窘境，是他当时候没有能够使用的人才，因为这些人才全部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带到离开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西底家王他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艰困，非常非常的艰辛。西底家他是约西亚王的儿子，他可以选择他的父亲作为他效法的榜样。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效法他的兄弟约雅金。
约雅敬是个恶王，他选择约雅敬成为他的效法的对象，他想做一些事，但是毫无作为，他却做了一个抉择，就是效法。在圣经里面，在第十九节说，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这是非常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他怎么不会去找一个人来做效法的对象？至少他父亲就是一个很好的效法的对象，但是他跟他的侄儿约雅敬一样，约雅敬效法他的父亲约雅敬，我们能够理解。可是西底家王他居然去找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这个约雅敬，这是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事。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那正确的人，效法正确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效法错误的价值，就会带来错误的生命。我们有时候效法那些不对的光景，我们的生命就会被它影响了。所以找对效法的对象是何等重要的事，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效法那正确的人，并且我们自己也是成为那别人正确效法的对象。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留下那极美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主啊，也求你亲自帮助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效法的对象。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也去学习如何去效法别人。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